老实点，大家都别吃，今天这道菜全都是钱二兄弟特别给刘先生做的。大家都可以吃。刘先生你服气啊，我钱二兄弟这可是第一次下厨，可不是给他家里人做的，也不是给我这个老大做的，你说多大的福气啊。谢钱二兄弟啊。不客气，吃，大家都吃，大家一块吃吧。吃，谁都不许吃。我们有没有晕倒，有没有吓到，干嘛吃这个菜啊？凭什么吃这个菜？吃白菜。刘先生多吃点啊，大家一起吃，一起吃。好吃吗？多吃点。够了，再喝点高汤吧。啊，这些高汤啊，是钱二兄弟熬了一个下午的。啊，喝，什么味道都有啊，来喝吧，喝吧。刘先生，你也忒不地道了！我钱二兄弟，干活干啥去？啊，去打小鬼子，救我老泰山呢！走，哥，我肚子还饿呢，哥。太苦了。那，那换一个菜吃吧。慢慢来啊，很舒服。还舒服吧？舒服。我是鸡上掉下肉墩子，今天我还没听完呢。报告，大赞成车水驾到。我部的荣誉全让你给败坏了。迎接大赞特使。嘿。塚本君のヒゲが特別だぞ。我が身は帝国に尽くし、身なりを構う暇はありません。ご大義感動させてくれたな。大臣と軍部に報告し、全軍に塚本君を手本として、よし、ムーロン将軍を目通りさせてくれ。はい。ムーロン先生、印刷プレートの秘密を言ってくれればすぐ釈放できる。どこへ行きたくともご自由の通り。決めてから日が暮れるまで考え変えられるけど、さもないと法令によって先生を日本へ連れて行く。穆老师，特使的意思，你赶快说出隐瞒的秘密，要我把你带到日本去，你就再也回不到中国的土地上了，也
更见不到你的女儿了。这就是我的回答。这三滴水意味着我慕容卓忠心似水，心如止水，更不惧怕针，势如穿水。각가공도친구와가라도문공도친구의누와시미츠노유민다走。怎么样，没乱吧？嗯。我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别急，慢慢说。鬼子里面来了个大官，连小鬼子头也对他点头哈腰的。他们来干什么呢？是要压我，压我们慕容将军走啊！原先我也是这么猜的，我还想和李四探好路，把他们劫了。你可是想想还是不好，我们就跟着走了。一进去就跟王八盖似的，进去是盖，出来也是盖，然后就让他们跑了。
和刘先生也正在想办法。是啊，救人的事儿是个大事儿。前几次呢，我们救人不成，反而打草惊蛇了。日本人肯定有所防范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几个呀，开个会，研究一下。嗯。雪花膏，美国牌子。哦，你就是用这个杀小鬼子。哎呦，香袋挺香的。就是刚才我的手沾了鸡毛。你说什么？我的雪花膏，美国牌子的。雪花膏而已嘛，多大的事儿啊，那唧唧歪歪的，像个娘们似的。刘先生，你别生气，这么大嘴你别搅和行吗？我们在商量救人的大事儿。多大的事儿啊，用得着这么叫吗？六月的蛤蟆五斤的鸡，狗踩了一把猫丢了须，急什么急？开会而已嘛，我敞开嘴饭桌，110克，1人餐300弟兄，老子一鸟击林，百鸟压音，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。行，想开会嘛，也得要大爷我掌勺啊。掌勺？哥，那人家那叫主事的，不叫掌勺。而且那饭庄里人人都在吃饭，没空说话，不是你的能耐。你其实有些话是可以不用说出来的，大实话呢是招人讨厌的，知道吗？既然已经掌握了基本情况，我建议啊，由我去联系八路军，把他们彻底消灭。不行，用大部队去救慕容将军，我怕没靠近小鬼子，慕容将军命就没了。更何况八路再敢打，也不能随便就和小鬼子硬碰硬。我觉得赵大说的有道理，硬碰硬是不行的。我们这几个人的小队伍呢，我觉得最好是钻日本人的空子，比如跟在他们屁股后面，这样走也容易，藏也容易，说不定找个机会就能救了慕容将军。听到没有？我们这些人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这才是救人最好的办法。这里我是大当家，怎么救人该怎么救用不着你管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哼啥？你不相信我，看不起我是吧？叫什么？谢谢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我不心疼慕容将军的死活，我还得想想有什么办法把我的媳妇儿娶过来，是吧，钱儿？不知道。所以救人的方法都在我肚子里面。文征，你只管听我差遣吧。是吧？看到了吧？喝大了，喝大的话能信吗？别人酒后的话不能信，可他不一样，他越是喝了酒之后，越是一个铜板一个钉，说到做到。对，是吗？半大仙，筷子娘娘，你们倒是给我指出个道道来，好让我救出慕容将军，要不然我媳妇又笑我大嘴。哎呀，谁呀？
睡吧，快点睡啊！你怎么不晚啊？睡不着啊？哎呀，睡吧。两天都还跟在我屁股后面争风吃醋，现在来了个小白脸刘志国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！媳妇儿跟了那个小白脸，妹子跟了这个呆子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治治他们。好好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你怎么来了？哥，人说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我说你慌什么？难不成？哥，你可别瞎说，我在这练会儿功夫。啊，练功夫，行，接着练。他练功夫，你干什么？三更半夜，你干啥？他，哎，哥，他来是……我没问你，李四自己说，三更半夜你守着我妹子干什么？我让你跟着他们，为什么？是让你帮我救人。我让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是让你给我杀小鬼子，可不是让你天天跟着我妹子。姑娘离家猪离圈，儿出娘胎鸡出窝。你给我挪挪，走！我不走。再说一遍，我不走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妹子，走。你用用试试。哦，不用。哦，谦儿兄弟，哎，回来了。你这头发有点长，改天我给你理一理。耶！哎，注意点啊。哼，还理理头发，啊？头发太长了。啊，你们两对是怎么回事啊？三更半夜，屋里头一对，树林里又藏里，你说你们是想救人呢，还是相亲呢？我，啊，甭解释，甭解释，我亲眼看见的，还比不上你嘴巴说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开会吗？对啊，开会啊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开个会，锣对锣，鼓对鼓，一二三四说清楚，人到底救还是不救？不救各自回家，各找各的妈。当然得救，孙三救我就救。那行，想救人，公的离开，母的留下。啊？那不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？不还有他吗？他？他不是一般的男人，他可是慕容将军身边的带刀侍卫，这男人咱们得留下。这他能留，我也能留。赵先生，你是这个小组的领导，你的话我本应该遵守，可是我也是奉了孙队长之命去营救慕容将军的。虽然我们几个来自五湖四海，可是我目标是一致的，我恳求你，让我留下来。赵大哥，你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要文能文，要武能武，谁也不能离开谁吗？哥。
你生气我们都理解，可是不管你说的对不对，那都是真心为了救慕容将军。那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你就不要赶他们走了。好，那就全留下来吧。可是队伍得有队伍的规矩。哎，你们两个明天比一比吧，谁赢了谁留下，谁输了谁回家。赵大哥，赵大，你听我说，队伍里得有一个能想事儿的人，所以刘先生必须留下。哥，李四也得留下，上小鬼子那儿去救人得有真功夫。得，他们都留下，我走。走就走。让这块黑皂角让让。哥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李四这是在求你呢。有这么求人的吗？我看他就差把棍子架我头上了。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李四憨直，那个刘先生啊心眼多，这要是真比起来，吃亏的肯定是李四。哎，算你说对了。救人必须靠的是什么呢？本事。那个刘先生看起来他只会玩些雪花膏而已，没本事怎么救人呢？李四，你自己说说，你有什么本事？好杆。好杆是用来打小鬼子啊。你想不想把刘先生打死？想。不想。那不想，不想，那你们俩就比下这个砍柴。砍柴没问题，我本来就是樵夫，砍柴我行。好，你们俩就比砍柴吧。哥，那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哎呦呦呦，一夜不见，学会这个咬文嚼字儿了。他教的。会咬文嚼字了不起啊？驷马难追，五马难追啊。哥，哪有什么五马？我是大当家，我不管，就是五马难追。五马，五马，就五马，五马难追。五马。哦，五马，五马。怎么？昨晚刚保证的，怎么又扯上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个人就爱起内讧。内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是去玩命，是去救人。啊，人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得刚刚好。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根桌腿一根钉，都得顶起来才行。救人需要的是脑子，不是蛮力。你让刘先生去跟他比蛮力啊？我什么时候说叫他跟李四比蛮力了？我就是让他去比比脑子。刘先生，哎，走，算账会吧？比算账是吧？行啊，赵先生，你得一言九鼎啊。十鼎，我一言十鼎。一张嘴就掉渣，就是九鼎。我是大当家，就得比他多一鼎，怎么样？比不比？比比比。哥，
这不是说好的吗？让李四和刘先生比劈柴啊。你还说五马难追呢。什么就比劈柴啊？他昨天说让刘先生跟李四比算账。对呀，啊，他还说一言十鼎呢。五马也好，十鼎也罢，我赵大说过的话，那是一口唾沫一口，从没反悔过。那是算账还是劈柴？一个偏说虎口大，一个偏说牛劲粗，啊，这两个人能比到一起去？哼，只要让他们俩跟我比，要是赢得了我，什么都好说，要是赢不了我，嘿嘿，那你输了呢？一庙一神，一村一人，大小得有个领头人。我要是输了，从今以后我听你们差遣呗。那先比哪样？一起比。李四，你劈你的柴；姓刘的，你算你的账，谁快谁赢。哼，那我们可有点胜之不武啊。不，哼，赢了再说吧。哼，开始。快！哎呦，比得上我这个敞开嘴饭庄掌柜兼账房的，别吵我行吗？213.24，哼，就这点能耐，脑子没我快，刀子也没我快，就是有人迷了心窍，非要留下你。要我说，留下他，我真想不出能有个屁用啊。哎哥，这边柴都快劈完了，你还不快点？哎，不急不急不急。怎么了焦初先生，还没想出个数来啊？我输了，确实是213.24。怎么样，我都说了，牛皮不是吹出来的。焦初先生，你甭比了，搁在我这儿那就是一个输。不比了。怎么了？再比我也赢不了他。服了吧？服了。嗯，那我的条件你会答应的哦。我答应。离我妹子远点。那刘先生呢？什么刘先生？刘先生呢？他想留下来就得叫周武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名字也是一样的，不能随便改。那个，他连名字都不愿意改，怎么留他下来啊？刘先生，我们这个队伍是按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样1、2、3、4的顺序排下来的，用这父祖皆知的八个姓氏，刚好彰显了我中华民国全民的抗日决心，所以你刚好是周吴。你们的意思我懂，但是我这个刘姓啊，乃汉室正统，
刘备的蜀之所以在乱世里能够三国鼎立，正是因为这个刘姓，所以千万不能改。你这个刘姓很重要，那咋的？叫你刘武好不好？名字也是不能改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，我的名字里面体现了我的个人抱负，也是不能改的。哎，赌场你去过吧？还得分庄闲呢，我庄你闲，你要留下就得叫周武。刘志国，周武，刘志国，周武，刘志国，周武，刘志国，刘志国，周武。哈，一口唾沫一颗钉，读书人说话算话，别把自己的话当屁放了，不能这把人绕进去。那是不是留下了？他能不能留下，关键在你。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绝大的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你这个小白脸就别跟他这个小白脸凑近乎。你不用理他，他。哥，哥，东西丢了，哥，丢就丢，丢东西了，你叫的不去，心的不来，丢东西，丢东西，丢什么了？电台还有所有的吃的。电台，电台丢了，那无所谓，丢就丢了，那招鬼的玩意儿，可吃的东西，那完蛋了，接下来。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大帮子人？哥，你就别着急了，人这不是都还在吗？你哥他不是为人着急。哎，对，我不是为人着急，我是为你们着急。接下来你们的五脏庙怎么记，你们自己合计合计吧。好了好了，不争了啊！我刚看过了，这个鞋印啊，是皮鞋的鞋印，肯定不是老百姓的。再说了。老百姓要是进来偷吃东西的话，不可能拿走电台，没用。不会是小鬼子？看看，不可能。要是小鬼子，我们的命都没了，而且小鬼子绝不会偷偷摸摸的。对啊，那也不会是汉奸呢。汉奸要是过来的话，肯定是摸爬我们的情况，这样做不是大好营生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他偷了吃的，证明他是饿着肚子，可他还偷了电台，真的很蹊跷。不行，想多了头痛。你能不能别泄气啊？哎呀，多大的事儿，很简单的事儿，谁进了？抓住他不就结了吗？抓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啊？抓人我觉得一点儿也不难，问题有两个，一个电台不见了没关系，第二个他偷了吃的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也没有东西吃才会来偷我们的东西，也证明了一点，就是贼偷熟家，他一定会再来。
着啦！别打呀！敢偷我东西，我先把你活剥，再枪征。我不是贼。说你是耗子吧，偷东西手脚还不利索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东西。啊，这话算你说对了哈。我是国民党庆安县县党部干事，地下抗日先遣军司令吴定邦。司令啊？哦，我认识你了，你不就骑老骂少砸人家摊子踹人家门板的吴干事吗？你看这脸肿的，我一眼没认出来。哎呀，真是失敬了，吴司令。认出我来了？认出我来还跟我动手？啊？知道这是什么行径吗？这是破坏抗日、汉奸行径。你偷了我东西，还说我错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哥，等会儿。待会儿不行吗？回来再收拾，这儿交给你了。下来。庆安县非常临时县党部副主任吴定邦。庆安县抗日联合会书记吴定邦。嗨，庆安县抗日地下游击先遣军司令吴定邦。这还画了个红膏药呢，这狗日的啊，做汉奸了，我剁了他炖粉条。你先别急，周五你怎么认为？我怎么认为？这小子啊，连小鬼子证件都有，这还不是秃顶头上的苍蝇明摆的事儿吗？有小鬼子证件，他不一定是汉奸；没有小鬼子证件，不一定不是汉奸。哎，你甭跟我这儿咬文嚼字的，直接了当点。他要是汉奸的话，今天就会带鬼子来抓我们。那是他没机会，有机会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。昨天晚上他就来过了，今天他有大把的机会。对呀。如果他是汉奸，不说吃香喝辣吧，也不至于跑到我们这儿来偷东西。看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，早商量好了。鸿门宴啊，你以为我是楚霸王？我可不是那傻了吧唧的楚霸王啊！没人把你当楚霸王，我只是想问问你，这个吴定邦，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？听说过。我告诉你，我师父开馆子那会儿。也没少受这些人县党部的欺负。这么说，这个吴定邦真的是县党部的？干事呗。那就好了，既然能确定他的阶级成分，就有争取的可能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，分不出好人坏人，还给他争取？干事他就没干过好事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去他娘的，团什么结？这种人，也就是那个鸡什么狗什么的，鸡鸣狗盗，没文化真可怕。啊，对，他就是那个鸡鸣狗盗之徒。你既然知道鸡鸣狗盗之徒，那一定知道孟尝君了。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，他一直请人家吃到这些人一直保着他，官至其相吗？是啊，要是没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徒。孟尝君早就被秦赵襄王给杀了，哪里还能拜其相呢？所以他说呀，明珠淡却不如泥丸，细流呐喊泪成陈塘。对，又是这些费脑子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单着说我都明白，连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我说你真的没文化。我告诉你，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是抗战时期，所有有用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争取。你有用还有个屁用。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些假的证件，我们去营救慕容将军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很多很多，他这手造假的本事我们一定能用得上。
有电台，电台是他的，他用起来一定比我们顺手。嗯。深情。